每期一个作死小技巧，有手就能作死，么么么么么么哒。祭司老规矩，开局打个井盖，这动人的心跳，囚徒把白鼻涕引过来了，丝毫不慌，当着他的脸打一个艺术井盖，然后砸个板子让他过不了，接着一个翻窗接物刃，来一个超级加速，最后再给他一个原地蹲地坑，拍屁股走人。用过的大房子已经没有利用价值，赶紧跑出去找一张舒适的椅子，没错，就是这里了，砸个板子让他有机会给我吃物刃，这样就可以安心新坐上椅子了，么么么哒，么么么么么哒，60秒到手，你会作死了吗？学会扣一，学不会扣鼻子。